大家好啊，那么新冠疫情以后啊，大家对这个瑞典啊都很关注，为什么呢？瑞典是第一个提出啊要群体免疫的国家啊，就是不控制、不管理，让让这个啊大家都得病，然后呢自动产生抗体，群体免疫啊。当时我听完以后啊，我觉得这个政策啊，这是对待牲口啊，群体免疫是什么？是农场场主养牛的农场场主对待牲口的办法。呵呵 结果没想到啊，结果对待了人类啊，对待了自己的同类，哎呀，社会达尔文呐、啊，真是啊，适者生存，优胜劣汰，多么恐怖啊！那么现在最新的情况，瑞典啊，实行的这个社会达尔文啊，群体免疫，结果出来了，结果出来了，给大家汇报一下，最新的政策，瑞典政府啊，建议民众在公共场合。 啊，场所佩戴口罩，公共场合佩戴口罩，什么意思啊？群体免疫失败了，这道理很简单嘛，是吧？你要成功了，还戴什么口罩啊？每个人都有抗体了，所以可以看啊，瑞典当时提出这个群体免疫完全失败。BBC 的报道啊，瑞典在之前少数几个啊没有建议民众在公共场合戴口罩的国家之一，也从没有实施过全面封锁。 那眼见国内现在瑞典，瑞典是三十六万人确诊啊，死亡八千人啊。瑞典政府修改了防疫指南，鼓励民众在搭乘大柱啊运输交通巅峰时段佩戴口罩。瑞典首首相叫勒文也宣布加强版防疫措施，餐厅每桌同坐人数从八人降到四人，以及晚上八点后啊禁止买酒。呃 大家可以看啊，瑞典这个政策越来越紧了啊！啊，如果这个群体免疫啊，从年初时候提出到现在，如果成功了的话，那瑞典现在不需要戴口罩了，也不需要有这种政策，了，瑞典疫情应该缓解了。那这么看，瑞典的疫情没有缓解，没有群体免疫啊，没有群体免疫啊，那你瑞典不控制啊，甚至不让老百姓戴口罩，不鼓励你戴口罩。 我觉得这个叫玩忽职守啊！啊,啊，死的那八千人是不是得找瑞典政府啊？所以我真的有时候觉得很匪夷所思啊！就瑞典政府这么做完以后，没有人指责，没有人指责瑞典政府，大家想没想通啊？ 就挂上民主制度，瑞典是最民主的。你挂上民主制度以后，这个民主制度把你杀死了，你连告的地方都没有啊？为啥？它是民主啊，民主就可以祸害老百姓生命啊，民主就可以视你的生命如草芥，像牲口一样就这么啊，群体免疫就结束了八千人。所以我一直在说啊，就把不要把民主当成是什么宗教啊，民主是可以批评的。 我能批评民主，我才是最民主啊！什么是民主？不是说不能批评民主，民主里绝对有问题，而民主也不是人类最后啊制度的终极，不是这个终极。没有一个制度能说我就是最完美的。但你看现在民主这个制度，有人敢批评吗？哪个国家敢说我反民主？不敢，不敢吧？那我觉得这就是问题。 一定得有人提出问题，想办法解决问题，你不然人类完蛋了啊！我还是说，这个人类啊，在这个不同政治制度之间啊，不同的有选择权，你才有最终的自由。从瑞典这个事儿，大家可以看出来啊，啊，民主制度有它自己的局限性，也有它的问题。这八千人瑞典人呢，我觉得就是为了民主制度啊，被民主制度埋葬的。 也是为了民主制度啊，成为了牺牲品。呃，最恐怖的竟然没有人去质疑，没有人去质疑这个民主制度。哎呀，我觉得看我频道的很多人呢，其实脑子里也都知道啊，没有什么制度是完美的，所以你心里也都清楚啊。你说左边那帮人喊来喊去，右边这帮人喊来喊去，啊，都觉得自己可对了。其实呢，真真相是什么？ 啊，真相就是这帮人啊，其实都不是完美的，都需要批评，都需要指正，甚至都需要进行改革。左边也好，右边也好，都不是完美的啊。我个人的看法。所以咱们呢，千万不要给人跪下，千万千万不要。我觉得瑞典人就是被民主制度忽悠瘸了，给民主制度跪下了。 我觉得瑞典人应该站起来啊，站起来批评一下，改正这个制度里边的这个缺陷。现在瑞典这个大臣对吧，告诉民众要戴口罩，就是改变，但是这个改变代价太大，八千人死亡，三十六万人确诊。我也只能说到这儿了啊。我呢，每天看看新闻，跟自己世界观不符的，那我要批评一下啊。 所以，我一直的啊底层逻辑都是一致的啊，没有变过。这个世界啊，没有制度是完美的啊。为了人类，任何制度都需要保存啊。但是你千万不要给任何制度下跪啊啊！如果下跪了，我觉得你就会成为像瑞典这个八千人一样，成为牺牲品。